新能源吗？对的。可以看看内饰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挺拽呀。你干嘛？我听说这车有很多小姐姐喜欢吗？那你这么说，等于买了这个车就有女朋友咯？还不试试怎么知道呀？反正现在有优惠，买了呗。等等，干啥？你看是刚刚那女的不？哎，你说刚刚店里那个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往往爱情它不经意间它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个什么吗？像什么？你像个小泰迪。你要微信啊？不可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女孩一般来说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种。你还给我整出文言文来了，我就帮你。哎，不，你坐，等一下，他过来了。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们可以小心。哎，你等等，刚刚我们在 4S 见过，你也喜欢那个车吗？啊，那个可以加一个微信吗？不好意思，上班时间不允许带车。